好不容易上了花轿，我握着苹果，带着一身的平安如意，走向我另一段人生。我知道尔康就在我前面，要把我带进那个完全属于他的世界。此时此刻，我和他从相遇到相许，点点滴滴都在眼前闪过。真不敢相信，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